这扣着小刺儿都长大了。才薅把小白菜，我老婆婆把酱打好了，整点蘸酱菜。今天我家剥黄豆呢，那个我这去上驾校去练车去了，他们给家给整的。我老婆婆把那个鱼和那排骨都炖上了，一会儿他们快回来了，我就不上地了。中午我这没回来吗？我兄弟媳妇给家给做的饭，烙的饼。他们才打电话，也快回来了。嗯呐，这一会儿都是现成的了，都蒸好了，回来再炒两个就完事儿了。我今天练车的这是科3，科1和科2都过了，都报名一年多了，才考着科3。点小菜儿。摘完了，蘸酱菜。我这回来买一个那个烀好的牛蹄子，给它切了，这个是熟的。完一会儿给它调点那个辣椒油、料汁啥的，就蘸着吃得了，就不炒了。它这是熏好的，挺好。木耳白菜片炒好，这剥完了，这剩几袋肥？咱家5袋。今天这化肥买多了哈，妈，这个崽吧，都买4万。大鱼可不错啊！这鱼尾巴怕糊，还搁个白菜叶垫。哎呀！这一翻也挺需要技术的。别提了，四叔啊，这给我整的蒙头钻向啊！这家练车练的，今儿不是考，是练。练倒不好练，拐弯抹角练，慢慢练。你可拉倒吧！像人会开车的呢。我说并不是2天就开花。那咋的？跟在一起。开那酒，你让他下去吧，四叔。快，跟这啤酒啊吗？拉倒，说快点，你轻点点。这哥俩，你要不喝饮，我四叔咋喝？多少喝点？我给你喝趴裤子。行。咋的了？你讲。来吧，吃饭睡觉呗。我直接去干活，完之后就吃吧。哎，我调那料汁咋样啊？那里还搁的芝麻酱呢，芝麻酱、辣椒油。我吃酱头老了。是你家楼下那个？哎，对。你这一瞅这常吃啊，这吃货呀。挣的干儿没有了，回来喝了一瓶八宝粥。我还没吃饭，我没吃着，让大姐解了。这鸡巴的，吃上吃上吃是吧？不是的，你们那白菜咋的？别大，更高了。咋不行？老弟，明天你们一天能剥完呢？往家一天早刀的。啊。睡不会多。啊。比你们得快，一张，是吧？剥完了千万别压倒下去。挖的不行，粘。他们家河道鱼，河道鱼就是个银的，我刚打死的。那你还压了？那不压，啊，那个地别压了。我这今天捞着一天蝎子功夫，完了的，这你们大伙可累够呛。我家黄豆剥完了，这家人都给剥利索的了。明天老弟家一天黄豆也完事儿了呗。嗯。
嗯，到这儿，到这儿。俺、这里白酱，科目三，科目四。到时入户。吃菜啊，四叔。过去了。你家就吃剩的了，吃剩的行。那给我四叔家又吃，那么些用的。这块你看，当那个纪念品的时候，就当个的，你再少点都喝。搁这俩点稳当，整两年你退不了。下回不管你。啥下回不？下回不管。下回别管我。